饺子。鸡咬饺，三声饺，饺子 dumpling。饺子 dumpling 是什么东西？好吃就行了，你赶紧包吧，先给我包个1000个好吧？1000个包完了，也就包2000，2000个包完了，也就包3000个。这可不是一般礼俗，这个礼俗是我专门找孙一仙，他们那个花雕做的，还加了一些蒜泥，尝一口，尝一口。哀家很久没有吃到这样神圣的食物了。不过这是什么馅儿？怎么吃有一股鱼肉的味道？皮儿是鱼肉跟面粉混，包可多了，一点不重要。